鼠。今年是鼠年，所以我要带一只咬田鼠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玩具盘斗城，我今天进去会玩具大搬家，搬到的玩具都送给大家。不过听说里面会有一只大胖猫，它会阻止我搬玩具，你们要帮我一起看它会不会出现哦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企划。牛牛是鼠年的咬钱鼠，就是那只大胖猫，搬到玩具全部都会送给大家，但是我会阻止它。就开始进行游戏吧。牛牛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你有6分钟时间，等一下你先进去30秒，30秒之后就会开始去追你哦。我们看看牛牛会去选什么。走。牛牛在哪里呢？大胖猫来了，我要跑了！大胖猫，你不要再躲了，我要跟你比赛。你要跟我比什么？你拿这两个吧。如果我射中靶，你就要让我先走。没问题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来吧，我已经拿好了。看我的绝招！这不是射中我的头，不是这样射吧？耶，打败他了，我要走了。接下一个地方，你刚刚骗我要射中靶，但是竟然射中我的头。你不是不追我了吗？虽然说不追你，只是让你有时间多去拿玩具，但是谁叫你射中我的头，我要报仇。怎么要中我的头？
枪哦。那可以拿一把是不是？哇，这个。它快跟我一样高了耶，而且就是跟斗争成功的联名款，那就选这个。我的车超全款满。恭喜我可爷爷，大鼠爷送老鼠。独角兽耶！我的推车已经满了，怎么去结账吧？六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，而且我整台车都满了。大胖猫，等一下大失血了，哈哈哈！我们走喽，我们回来喽！谢谢玩具频道城这次的赞助，这些全部都要送给大家。这个是最大奖。我的头发好乱啊，你再不头皮屑都要掉了。嗯，啊，我们的奖项分别就是头奖的话就是这一把枪，超巨大乐福枪。然后二奖的话会有两名，一个是乐高的这个，两个都是哈利波特的主。哈利波特的 Clock Tower， 它是一个钟塔，这样子有三层楼。然后他们也要去学校的火车。对，这个是哈利波特里面的火车，哇，可以坐人呢。好酷哦！然后三奖的话会是前面这四个，有 LOL 泡澡球，还有宠物蛋、宠物这个不可言机、战斗陀螺改造组，还有这个巨大的角角盒，对，巨大角角 LOL 的巨大宠物，这个是战斗陀螺的改造组，就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陀螺的造型。LOL 爱心惊喜宝贝球，它里面有泡澡锭，然后可以把娃娃泡出来的哦。等于是说一奖有一名，二奖有两名，三奖的话有四名哦。四奖的话就是我们前面的比较小盒的有八名，就是有 LOL 的这个、LOL 惊喜宝贝胶囊，这个噗噗系的史莱姆，角落生物每一只都有，会动的角落小伙伴，因为它后面有这个在动的样子，所以应该是可以录音。对，装了电池，它是会扭动。啊，有五只都在。不过这次抽奖会比较特别，你们在妞妞主频道这边的话会填写表单，但是我们抽奖的话，我们会在妞妞 Family 那边用直播抽奖。我们当下直播抽奖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先拿出这个礼物的得奖组。抽这个，一下去抽到谁就是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就不挑礼物的，也没有再换的哦。记得抽奖前先订阅我们五个频道：妞妞 TV、妞妞日常时刻、妞妈 TV、妞妈 TV， 还有妞妞 Family。资讯记得要留清楚哦，漏掉资讯没有填到的话，我们就会找不到了。对，那时候只好重新再抽。我们到时候可能就要另外再重抽，就不直播了。如果有中奖的时候，我们会寄 mail 给你。对，所以大家不用急说，我有没有中奖？你只要注意你的 mail 不要写错了就好了。还有小铃铛要开启所有通知，因为小铃铛它是有三个等级哦，记得开最上面那一个灰色那一颗，把它踢在我的脸上，这一颗就是这颗，就是这一颗，因为这样的话你们才会收到我们随时有任何的活动啊、新影片啊的所有影片。对，不然很多人都跟我说，哎，他没有收到通知，其实是因为铃铛勾选错误了。那我们就明天晚上七点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乐福斗争联盟的这一部，这把枪头奖的话是乐福跟乐福枪跟特工联盟联名款的这把大枪，斗争啊，斗争啊，从哪来自？一个是他们的中塔雪月，然后一个是他那个火车。